第二十四题，下列反应式中何者不是氧化反应？目前国二所学的，得到氧叫做氧化，失去氧叫做还原。A 选项硫加氧，硫得到氧，氧化反应。B 选项碳加氧，碳得到氧，氧化反应。C 选项钠加氧，钠得到氧，氧化反应。而我们的 D 选项硝酸银加氯化钠产生氯化银加硝酸钠，我们没有明显看到谁得到氧，谁失去氧，所以这个不是氧化还原反应。所以第二十四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反应式中何者不是氧化反应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gNO3 加 NaCl 生成 AgCl 加 NaNO3。